生食品，洋葱手工蛋卷礼盒。屏东十大伴手礼，这是包含好礼、好物、好店，总共30组店家入选。其中除了有耕耘在地多年的老字号商家，更有许多青年创业家争相报名，像是将台湾族传统饰品琉璃制成筷架，还有业者将东港英王祭典融入商品，充分结合在地文化与生活记忆。筷架它的音次呢，就会很像快点嫁人，筷架。那不是催促你赶快嫁人，赶快嫁人，而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好姻缘，可以赶快嫁人。所以我们希望得到筷架的这个人，他可以知道哦。我是一个可以衬托幸福的人。那这个图呢是代表东港银王，那图上面呢有七角头的颜色，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东港的在地特色，然后还有东港的美食，尤其是鱼松、肉松这一块。屏东拥有丰富的农特产与独特的文化魅力，因此县府期盼借由伴手礼甄选活动，不仅让在地优质商品得到更多认可，也透过宣传让更多民众看到屏东物产的多元价值。我们用的是成熟的槟榔，晒干之后把里面的果核取出来，然后萃取染液之后再把它染在布料上，所以它呈现是大地色系的感觉。那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让槟榔除了吃以外可以有其他用途，它变文创变设计师，让更多的设计师可以参与其中。很开心县府可以举办这种活动，就让我们这种比较新兴的店家，比较大家可能一开始比较不认识我们，但也借由这个活动这个比赛，让我们可以曝光在各个公部门的领域上，或者是部门的地方，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店家。县府表示，伴手礼是城市品牌的重要指标，期待店家持续融入自家特色与在地文化，让屏东伴手礼能持续走向更广大的市场，让屏东观光产业更加分。原新闻巴朗，屏东市，陈不到。